边穿会觉得热。如果是我，就是买起来涂。那你们看一下，我换了什么？这个是绿色的那个，这个是那个军装外套，然后我现在把它那个配成就是穿裤子的搭配。你看那两个女的还在旁边嗨，还这么脱，真的很美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那件黑色好看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配我这个外套也很好看呢。你要不要搭搭看？休闲，你不要这样子推我入坑，真的真的真的。一直在穿的很成熟，瞬间变，哎，这样超好看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，我觉得可以，好可爱、哦，这样也很可爱，风格大转变，现在可以穿的，现在羊毛大衣大概，对，就是这样很可爱，羊毛大衣大概在一个月这样子，对，啊，这个是现在，好想要现在忙变冷，马上可以穿，那就这样穿出去，我先走了，好可爱，不要，先走了，很可爱，直接穿走，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就是配。就是搭裤子的搭法，哎、欸，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好搭，所以裤子跟洋装都可以搭。这个是裤子跟洋装都可以搭，裙子也可以搭，就是它算是还蛮实搭的一件。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个是刚刚我没有穿的，另外它算是有一点抹茶绿的颜色。但这一件的话，它这个因为它的版型关系，下面它没有做口袋，它口袋就是这个，就是你胸前上面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口袋，然后里面配的是这一套。那你们看一下，其实这一套我觉得其实也是上班也还蛮适合穿的、欸。这件裤子我觉得这件裤子好看，它是休闲的，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卡其布料的那种斜纹布的那种卡其裤，那它的颜色它是做白色，而且它是做后松紧的，这个有分尺寸吗 ？SM， 它有分 SM 两个尺寸，对，然后它是这样，它其实就是也是有一点像是，我觉得它是中直筒吧，嗯，还是宽裤，小宽裤，小宽裤，就因为它也没有到很宽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脚是直直的。然后有一点小打折，其实我觉得你想要把它当成西装裤的穿法也是可以的。怎么说？还有几个颜色啊？两个色。让我来，啊，另外一个颜色很可爱。这个就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是穿起来就是比较舒服。然后它另外一个颜色是这个颜色，就稍微比较休闲。哎，这个一样也是莱姆黄。哎，我发现今年韩国好像很多。它这个颜色有点暧昧，莱姆黄又有点卡其，就是有一点卡其蓝，又偏黄。我觉得它是卡其色带有一点点黄，就是另外颜色。这个很适合搭浅色系的上衣，如果你喜欢穿那种米白色系的，先随便拿一件来比一下好了。你随便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我随便拿一件给你们看。就是我觉得它还蛮适合，就假如说你是喜欢穿那种浅色系的上衣，就是这样配也蛮好看的。对，就是它有，对它其实有一点点，有一点像卡其，但是又有一点像莱姆黄。它就是我就是卡其跟莱姆黄之间。它就是普通的卡其，带黄，带有一点黄的卡其，然后浅一点点。对，它是稍微就是温柔颜色，因为我身上算是米白色啦，你们可以这样稍微对一下，还是你拿一件卡其色借我比一下好了。啊，我让你们看，就是卡其色，这算是。我手上这个是卡其色，然后它是这样，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那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差别，它其实是就是在一个中间的颜色，就是卡其色，然后带有一点点黄。然后这件的话就有分 S M 两个尺寸，我穿的是 S 的，它腰间的话它可以拉到这么大，然后两侧一样是有口袋，我觉得它就是挺挺的版型，很好穿。然后我上衣的话就是配一件小针织，这件好可爱，这件很可爱，这件针织上很可爱，这件上衣就是它也是可以当成小外套式的穿法。然后它上面完全部都是贝壳扣，就是它是那种贝壳扣。可是我要先说，我往上架了。等一下，往上架了。老板，你等一下，我要先说这个扣子一定要特别讲一下。怎样？因为它的，因为它是真的贝壳，所以它的贝壳会有的会有黑黑的，会有缺或者是黑黑的。哦，我懂。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就是真的，它这一件就是会这样子。它就是真的贝壳，所以它有时候会黑黑的，然后还会有一些凹痕。但是看的时候其实也还好，没有很清楚，对，味道很清楚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有几个色，两个色，还有黑色。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当上衣，可以当内搭，你也可以把它打开当小外套都可以。黑色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黑色，我穿的是橘色的。哎，我找不到。黑色，那你们看一下，它另外一个颜色是黑色。老板，我们等一下。基本好穿，这个还蛮可爱的，就可以当小外套。然后一样，全部都是贝壳扣，两个色。好了，老板说。